我今次嘅旅程咧，我哋去三個城市，去羅省、聖地牙哥、去三藩市。唔識得去講英文，跟住自己就好驚啦，心咧連手腳咧都震嘅。好興奮啦，好緊張啦，我唔知道有啲咩發生。都好感恩啦，同埋好多謝咧，同工咧都會去俾呢個機會我啦。希望將自己嘅見證能夠帶到俾人哋認識耶穌啊！我而家去美國亞美利堅合眾國。其實咧，我哋喺2006年開始咧，就係開始帶正生會嘅學生咧，去到加拿大或者去到美國嗰度咧，去做一啲文化交流。佢當中嘅時候咧，亦都係等佢有個人生嘅體驗啦。咁我哋每兩年都去一次，就2006啦、2008啦，今年就係2010，所以係我哋第三次，亦都帶咗一啲同學咧。有總共係今次一次整個行程係15個人啦，9個男同學，2個女同學。咁仲有咧，其實有5個同學等緊嘅，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快啲去得到啦。有咩感覺啊？到而家呢一刻？本身其實都好開心嘅。但係我哋一行18人，有部分弟兄仍然未能夠攞到簽證，咁自己一方面希望佢哋禮拜一都能夠成功批核，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分享咯。點解？呢個其實我唔知點解，因為我哋未攞到 visa， 但係都唔係我哋做到嘢嘅事情嘛，唯有祈禱咯。咁而家嘅心情係點？心情冇嘅。少少都有少少失望嘅，不過係咯，不過都係嗰樣啦，幾好咯。喺下個禮拜冇機會見啦。我哋搭嗰個飛機咧，就喺依度啦。我想一定是似恐怖分子的。啱啱第一餐啦，呢個唔係最後晚餐 ，the first supper。佢當中係參與活動咧，好似聽晚我哋有個報道會啦，我哋會講見證啦，跟住都去到唔同嘅教會作分享啦。如果當中咧都有啲教會專登約我哋燒嘢食啊，約我哋啦打波啊，亦都有啲朋友咧安排咧帶我哋去睇棒球啦。咁我諗當中都係啲好充實嘅活動。
在我們正在籌備這個音樂會的時候，其實最初都很擔心，因為有些教會甚至說喂正生很多問題，在我們籌備的時候，他們我們收到的消息就是他們收到廉政公署發給他們的一封信，講清楚經過很多的調查之後，證明他們完全的清白，將所有的罪撤銷，並且向他們道歉。好艱難，很多的抹黑或甚至有理講不清，甚至我們去記者招待會的時候遇到很多情況，但是我問心為什麼我不怕，因為我知道上帝知道我在做什麼，是因為信這位上帝。所以你哋嚟到咧，其實俾我哋咧重新一個思考，即係我哋人生究竟為乜咧咁樣？喺美國裏邊其實真係好舒服，好多嘢咧都覺得想當然。參與呢度其實係我哋一個祝福嚟嘅，我哋呢個教會嘅祝福嚟嘅。也是祝福里的脚步，求让我来奉献这艰辛的我，再奔跑，只因主你引导我，路再远，是你的爱伴我跨过，依靠主。同埋我睇都未試過玩咁嘅嘢咯，同埋我自己都好興奮啊！我喺嗰啲場面度。如果就咁行出嚟，你話我正生書院嘅，即係呢班學生，即係以前犯過事嘅。你是很難會相信、其實幾次都、感受都好，因為有同即係你哋每一次不同的隊都有同你哋食飯啦，傾下偈咁樣啦。咁好深接觸又不講得上，咁但是就好聽話咯，即係俾我感覺好好好咯。即係我會想到，係、哎、我細蚊仔係咁就好啦咁。咁其中好親切就係因為我自己啲仔女都係咁嘅年紀啦，由15歲、16歲、17歲，咁啊，所以變咗好似睇到自己啲仔仔女女咁，所以嗰個感覺係好親切，亦都好開心睇到佢哋，因為佢哋分享佢哋嘅見證嘅時候，本身佢哋嘅見證就成為我哋嘅激勵，即係我同我先生嘅激勵。即係睇到神嘅恩手喺佢哋身上邊係何等嘅大，即係嗰個奇蹟咯。